好，另外我们要带你特别来关心的是孩子们的教育问题。蓝军立委打算要砍掉4000万台语认证教学预算。在前几天呢，行政院长刘兆玄也说台语在家里学就可以了。立法院新的会期，教育部第一次的业务报告，部长郑瑞辰被轰得满头包，因为呢，当初9年一贯课程加入台语教学用的是台罗拼音，而学了这么多却无法取得认证。而除此之外，在今天特别引起讨论的是立委们呢，针对小朋友小学大概4年级要修的这个修辞学，其实难度真的很高，连教育部官员都说这文章适合来欣赏，但不适合进行评量。其实我觉得真正的母语的教学应该是在家里面学，不要再用太多的占太多学校的时间。就是因为刘兆玄的这句话，台语要在家里学。立法院新会期教育部第一次业务报告，郑文成一上台就被轰得满头包。接吻台语怎么念？小金小金金嘛，那你跟我讲金没有那下喘 CHIN。 哦对嘛，玻璃碧溃碧没有那拼音。我想我们这样的话会怎么拼音？台语随堂考，郑瑞辰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委员们这么生气不是没原因，因为当初教育部9年一贯课程中加入闽南语课，用的是台罗拼音。举例来说，接吻台语念修金，金的台罗拼音是 CHIN， 玻璃裂开则是可以念成 liquid 或是 biquid。 不过学了这么多，4000万的台语教学考试经费一口气通通被删光，却唯独留下客家语和原住民的语言认证。委员们痛批，难道语言认证也有大小眼之分？烽火连三夜，家书抵万金，这个是跨世法吗？因为它是适合欣赏，不适合评量、啊、那是怎样？不是这个，你们课文就这样子写着，要叫你叫学生弄，哎，那学生不能说这个适合什么？靠你考完台语再来个国小国语修辞学，到底是屁喻还是排比？只见郑瑞辰和教育部官员们个个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傻傻答不出。业务报告会成了官员们的语言随堂考。追转朱建伟台北采访报道。